今个领养来俺家送礼来了，因为俺家亲戚有点多，然后俺俩这也一个一个的给送完了了，这会儿也回来了。这两天咋又热了？是不是？就是又热起来了。走吧，咱上前玩一会儿去，反正咱妈也没回来的嘛。中啊？也还早着呢。嗯。啊。来领养来了啊！你来接水站了？我接点水，先给咱那一片红薯浇浇。是咱那后地里的红薯不？啊，没多少。在哪呢？咱搁没搁家？恁搁他们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我说也远，咱没人嘞。一会儿都回来了。那等会儿那吧，等会儿咱回家给李娜着过来算了。哦，中啊。咱妈回来了。咦，你还这回来了？啊？啊，你家去了吗？出去玩去了，这大来上牌回来了。你还好意思说呀？我这来咋没找着你啊？那走呗，回家呗。我要过来看看来，俺哥都没搁家，我说准备给李领过来的。妈，领养来了，你去买菜了不？没有买呀，你都天儿操着让我买这菜的，你都不知道操操心啊？那我不是没搁家吗？你都不提前个菜买回来走走，你让人搁我这儿等着吃啥了？你说你还照着你还等着了？这都快8月15了，你明天知道人家这两天回来，你还跑啥跑？我也没人问，我会找他多少来的。哎，妮儿，那要么咱也不走吧，咱出去吃算了，这儿省事也不走了。还出去吃？今儿不出去吃了，今儿就搁家走。你去买菜去。那中，不出去吃就不出去吃，我先回家了，你去买菜去。这买了你添点儿。不是，要不叫领养给你录，恁俩录去买吧。回来走走，我先回家等着啊。嗯。回去咱俩去也中，啥时候咱俩想吃啥买点啥。没事，算了算了，你不用去，你不用去。中啊，那等会儿那，等会儿等咱哥们回来，咱给李顶过来。嗯，中啊。啊。大，那咱先过去了啊。中啊。嗯。过去吧。啊，有人过来。哎呀，妈。这还有人先找着我拿着我的吗？拿啥拿？那。哟，你这吃啥了？成天都放你屋放你屋，那来个开了找个吃的都给也找不住。那有啥嘞？放到我这屋里，他们来了照样吃。吃啥呀？就你那劲儿还拿出来了，放当门去。你看你给那箱子搬上，咱放当门吧。我这会儿也是这儿热。嗯。往这儿吧。那个啥，你都搁屋里玩一会儿吧。我就找呀，这俺妈成天买菜不买呀，我都提前买好了。我去坐一会儿去啊！坐完你录吧。哎呦，不用不用，你这开着，你搁这坐一玩会儿吧。你看你了，我看你坑着妈还不当个人事，你买回来了吗？你还坑着妈的，走走，赶紧走去吧。就让你买的。我给你打帮手。行吧。